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款正型的三排钻，出库量非常大，做实木设备也没有任何问题。那么这款机器呢，采用的是泰达的触摸屏系统啊。那么它的横梁上呢带着计算器，方便客户工作计算的。然后带着这个紧急开关，可以方便工人在这边，只要轻轻一拉，机器就急停了。那么操作界面旁边呢也有急停开关啊。那么这款设备呢是一个常规三排钻，一个水平钻排，两组垂直钻排啊。那么它的这个水平钻排呢，这边呢旋钮呢是调节这个钻孔的上下的，那么这边呢是调节打孔的深浅的。那每一组呢都是采用的是 1.5 千瓦的纯铜国标电机啊，包括加大型的气缸，每人性都非常的好啊。那么这款机器呢它采用了一个专利性的产品啊，这个大靠齿呢是 2.5 米长，是个斜式靠齿啊，全国唯一专用的哈，这个稳定性非常的好啊。那个只要轻轻的这么一锁啊，只要轻轻的一锁了，就永远也掰不动啊，再大的劲也掰不动啊。这是这款产品，那么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啊，有四组定位气缸啊。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每一组呢都是一个两组垂直钻排哈，每一组的话那么气缸都比较大哈，是个垂直的，然后稳定性的话非常的好。那么这边呢是一个定位的哈，也就是个刹车开关，把这个旋钮旋过来之后呢，那么就可以轻轻的拉动啊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锁定了。那么它的侧面呢都有指针哈，可以在任何行程进行定位啊。那么这个按钮呢是一个校刀的，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按一下的话就进行调校刀的啊，就是这个上下这个快慢啊。那么这边呢是调节打孔的深度的哈，深浅的。那么它的钻排呢采用的是台湾的钻排哈，每一组都是21轴的，然后正反转啊各有一组。每一组呢都带着这个气缸哈，液料气缸哈，这个都是麦斯的，质量呢非常的好。再就是它采用的是这个同步压料哈，稳定性非常的好，不偏板不跑板啊，同步的啊。那么最后呢它还单独带着一排长板定位的，长板定位进行定尺的啊。那么这是这款三排钻啊，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随时咨询啊。这是它的后面外观。